好，咁呢啲咧，佢呢啲嘅變換嘅問題咧，通常都畫幅圖會好睇啲啦。咁啊，先畫個三負二，三負二 ，x 係正數 ，y 係負數啊。三負二喺呢個位置。咁然之後咧，佢話順時針方向喎，順時針即係呢個方向啦。咁所以由呢度轉到嚟呢個位置啦，轉咗九十度。好啦，咁啊問佢坐標。咁逢係咁樣轉九十度呢啲咧，其實最簡單嘅諗法就係將 x y 坐標對調。咁所以咧，二就走咗上嚟，三就去咗後面，然之後再諗正負值。喺呢一格裏面，兩個坐標都係負噶嘛，咁所以先至再補個負二負三俾佢。答案係 C。